什么黄子佼金月猪女星开房间，原来是在房间里举办艺术义卖活动啦。哎呦，若没这个活动啊，咱们还真不知圈内艺人都那么有才。像这幅画可是出自名模蔡淑臻之笔，另外台湾八点档女星苗可丽，只要我一个 move， 所有的场面就被我 hold 住。干嘛干嘛，他的画风更是令人啧啧称奇，当然也少不了策展人黄子佼的作品啦。我是去京都的时候，一边旅游一边就在找有什么东西像 L， 有什么东西像 O， 有什么东西像 V， 有什么东西像 E， 所以我玩得很痛苦，因为别人都在你一直在找爱，我很痛苦。对，我真的满街都在抬头低头，然后这个墙壁上在找 L O V。爱心不落人后的黄子佼，这回也找来女朋友孟耿如共襄盛举，作品非常好。干嘛自己笑？你在被攻杀？不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对对对，如果没有人买的话，我就买下来吧。好吧，我先买他的，再买你们的，不好意思啊。对对对。总之，西最将爱传播出去的黄子佼，对于网络霸凌议题也深有感触。我想，我们也无法去这个管理别人怎么做，那我们就自己做起。像我自己的脸书尽量都是分享一些正确而且正面的资讯，我想每个人如果都这么做的话，我们这个世界就会更加的美好。希望这个世界都能充满爱呀，报道。